安澜，上次你那朋友说帮我润色一下文章，完成了没有？哎呀，您老人家这文章啊，让谁看了都是一头雾水。怎么？你连人名都翻译错了。哪个人名 ？Descartes， 你翻译成了德斯卡德斯。嗯，对。法国没有这个哲学家，你是照英文的发音在翻译，应该照法文的发音翻译叫 Descartes。 翻译成中文就是笛卡尔，我还以为是俩人名呢。哎，我那白本子你们看见了？干嘛？干嘛？什么白本子？是这个吗？放放放放放！笛卡尔，笛卡尔。你好，你好，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哥萧子升，虽然。 他长得比我嫩，这位就是周恩来。总是读你的文章，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幸会幸会幸会！我也看过你的文章，文笔很好。哎，哪里哪里哪里！哎，起来，来人了！南来兄，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儿的小资本家。小资本家，姓李，名富春，这儿就属他能挣钱。哦，李和尚。 你给我等着！今天晚上我还上夜班，看我怎么收拾你！起来，周恩来。你好，我是周恩来。哎呀，真是耳闻不如一见，比我都帅。哪里哪里，你也是玉树临风啊！看你现在的模样，很像希腊神话里的水神修普努斯。你等会儿，我穿好衣服再跟你行礼啊。用不着行礼，我得向你学习啊。听说你很能挣钱。不是我会挣钱，是这钱呀偏偏往我口袋里钻，揣都揣不走的。老资本家，瞎凭什么？老大，哎，有机会跟那钱商量商量。 往我口袋里来几张啊！好，我一定替你实现这个愿望。又尿床了吧？啊！说什么呢？赶紧给我起床！把衣服穿好，外面女孩等着呢。 虽然大家都认识啊，我这里还是要介绍一下，天津觉悟社的发起人，周恩来君，今天旁听我们的会议。觉悟社和新民学会虽无交往，但都是爱国学社，都是陈独秀先生提倡的新青年学派，也都赞同社会主义学说的。请恩来兄讲话。别别别别别。 我这次来是来学习的，不是客人，是同仁。地分南北，人分姓氏，我们呢，我们是志同道合，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救民救国。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想让国家富强的觉悟之人。 没了，就剩耳朵了，听大家说吧。周恩来君说得很好。
他有一句话很重要，觉悟之人。何谓觉悟？觉悟就是无需强迫，能自觉地认识到家国之危，并积极主动地寻找救国之路的人。周恩来君提醒了我们，你精神点好，要更上一个台阶。哎，绝无此意啊，绝无此意。我也想在你面前是个才艺的。原本是辩论，可是我连着干了四个夜班啊。但何曾兄临时动议，要求会员自富阳以来，做个反攻自问，以洗心革面。我哥要开始讲话了，具体怎么个做法？你再这样，他揍你，我可不拦着。何曾兄自己说吧。好，简单说吧。自到法国以来，我们书难读，工难做，话难说耳难听，一直都在困境当中。怎么了？时间长了，那期会淡忘我们的初衷。就你那点出息！我们旅游，既不是混文凭，也不是卖猪仔，我们远赴重洋，是为了真理的启蒙。国家的救亡，天降大任于你我，责无旁贷。无论生活在窘迫，但不能忘了精神。哎，哎，都给我留点，我也没吃饭呢。李富春。回你座位上去，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干吃也不见你胖，也不知道吃哪去了。来，你们边吃我边说。都被你捣乱到的。我说到哪儿了？精神。啊，对对对，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哪怕。我们兜里一个子儿也没有，但我们一定要坚持做一等人，说一等话，做一等事，立一等志，学一等时，绝不能苟且偷生，仅为这五斗扬米折腰，更不能身在花都乐不思蜀。还有，不能忘记父老乡亲，不能忘记四万万同胞，还倒悬于水火之上。夸不能，表得好。捣什么乱？坐下。肚子里没有食儿，怎么做一等人？有本事别吃我面包啊！你说我哥什么呢？我说你哥真有本事，面面俱到，包罗万象。这个，李富春。趁着话下去说，何森说话呢。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让会员们敞开心扉。我看啊，十有八九还是不行，有房子也说客满，不给咱们住啊。这也不能全赖人家，前面有赖账逃跑的中国学生，后面像我们这些人，租房子就烂喽。哎。中国学生那点形象啊，都让他们给咱糟蹋完喽。哪个喊我们国家穷呢？人穷志短，马瘦还毛长呢。所以说，如果咱们国家真的富裕了，这样的人就会少很多的。哎呀，我看啊，我算是等不到那一天喽。哎，赵全同学，你就是太悲观了。嘿，我就是悲观。他们出来了。不用问，肯定要碰一鼻子灰。走喽！我希望，凡我新民会会员，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艰难险阻，永远都要向上，向上，再向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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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面包呢？
我不行了，走不动了。前面小镇就到尽头了，我们到哪儿去找下一个旅馆啊？赶末班车，换个小镇。赶末班车，赶末班车，肚皮饿得贴脊梁骨喽，还往哪里去走噻？赵全说的还是有道理。要不然咱们吃点东西再走吧。吃点东西，吃完东西哪里还有钱住店？哎，都别闲扯了，赶不上末班车要睡大街啊！你们谁爱走谁走，反正老子不走了。都不许给我打退堂鼓啊！走，就不走。赵全，咱们有言在先，四个人要行动一起行动。你说一千道一万，老子累喽，老子不走喽。你走不走？你不走，老子拖你走啊！有本事你就拖，谁不拖谁是鬼儿子。鬼儿子！哎，你们俩不走，谁是鬼儿子？我见不到，你们俩吧，见不到。哎呀，李虎林，你把周全放下！虎林，你把周全放下！哎，你们看，李虎林，你们看，哎，你们看，李虎林，李虎林，周全放下！闺女，两个龟儿子，不，不要了，周全放下！你们看，那里还有个女生，我再去试一下。哎，我说你李虎林，你不要有事没事发这种猪头风好不好？你被周全拖坏了，拖死我赔你一命！我警告你，你不要胡乱说。一个村子出来的，你再怎么搞也不能搞过火，听见不？哎哎，老板答应给我们两个房间了，快点快点啊！真的假的？你走嘞！哎，等等我。好，天没到收。好，天好天。Le cuisinier est chez lui. Je vous ai préparé du café et des croissants chauds. Mangez les enfants. Sinon, vous pouvez aussi vous laver. Vous avez une douche chaude. Venez, venez. Vous avez une salle de bain ici avec une douche chaude. Si ça avait besoin, ça coûtera pas plus cher. Maintenant, les enfants,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uit et bonne chance pour demain. Merci, monsieur.Merci, monsieur. Merci. Comme il y a pas, où est-ce que tu as été là?Monsieur Zong, on voit que ça fait longtemps que vous n'êtes pas venu en France.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Le franc ne vaut plus grand-chose ces derniers temps.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要立个证。C'est ta femme, elle est belle. Madame. À la prochaine, on joue. Alors, voilà. Tu es un bon homme, c'est bon. Allez, viens, viens. Viens, viens. Vi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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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ns, viens. 可以随便打，可以随便掐，我没说可以随便骂啊！你就是恶心！放肆！两位消消气，一家人，什么事情值得你们这么吵啊？兄弟，来来来，平时就是把你给惯坏了，没大没小的。我没大没小，我没大没小，你还没长不尊呢！你像个当大哥的样子吗？当大哥怎么了？当大哥什么样子？ 走了以后就别回来，大哥，你真走啊？啊，你真走啊？你让他去，你让他去啊！他出去就只有一个死，死就死，死的更干净。哎，那都是气话，你不能当真啊！ 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哪一出啊？拎箱子干嘛？回国呀？兄妹俩嘛，拌嘴很正常。但是，小妹要离家出走啊？离家出走？你走哪儿去啊？又耍你那大小姐脾气，你快回去，啊！宗兄，你也是。 你不最疼你家千金吗？是怎么惹他了？我哪敢惹他呀！啊，躲都躲不起，我就算去这阎王老子，我也不会惹他。行了，别不依不饶了。谁家兄妹不吵架？嗯？ 生气了，我想让你搬出去住。是你哥的意思？不是，是我的意思。我想知道为什么。你别问为什么了，没有为什么。好吧，我应该搬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睡在客厅里，你们进出太不方便了。 再说，这里我上工地太远了。我也想搬出去住。你搬？你往哪儿搬啊？你哥这里多好的条件啊！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留学生还没地方住呢？我们能不能出去合租一套房子，就是男女分开住的那一种，我们各住一间？不可能。你知道巴黎的房租多贵吗？
两室的房子最低400法郎一个月。再说了，你在这里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出去？你哥能同意吗？不管他同不同意，讨厌他。觉得你哥虽然平时对你严厉了点儿，但比起我哥来，人情味浓多了。他那是当着你们的面，他背地里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找家里了，刚才就让我给撞上了。你别哭，别哭，你别哭啊！什么不三不四的人？谁啊？我怎么没看见啊？你怎么那么笨呢？就是坏女人，这样啊？所以我不想让你住在这儿，我怕他把你带坏了。我听女同学说，男生都属猫的，都爱吃腥的，是不是这样子？我属虎的，不属猫。老虎是大猫，坏起来更厉害。不哭了。熊熊，我还以为你们找不到了，还好，再晚就来不及了。接到赵先生的信，我们就往巴黎赶，就是路太长了，我们生怕赶不上了。边走边说吧。好的。这里可是僧多粥少，这回啊，你们要好好谢谢赵世贤帮的这个忙。他在这里做过统计员，跟经理很熟，很多中国学生都是他介绍进来的。哦，人家他也在这儿干过。开完读书会就走了，现在在别的工厂打工。他的法语很好，比咱们好找工作。一会儿不要紧张，没什么难的。赵世贤在这里很有面子。马如，雷宗，雷祖夫爷，赵世炎，阿巴赫雷，伊雷宗卡特。马克西，马修。马克西，马修。马克西，马修。马克西 ，quel âge avez-vous？ 16 ans。C'est beaucoup trop jeune. Les trois peuvent rester, mais pas lui. Non, non. Il a de la force.Il est travailleur. J'y crois pas. Monsieur, il est plus fort que moi. Oui, monsieur, c'est le plus capable entre nous. O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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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st vrai. Tiens, tiens.够了。C'est vrai. Vous avez de l'expérience. Modèle. Ah oui. Il a travaillé dans plusieurs usines par avant. C'est vrai. Pour ça. Si. Vous avez des certificats. Je modèle. J'en ai. Ah.Je les oubliais dans ma chambre.
肉都能还得吗 ？Apportez-les-moi sans faute, demain. Remplissez le formulaire. Merci. Merci. <笑>你怎么别瞎话呀？我哪里有在几家工厂干过？<笑>没关系，咱不变通一下，拿不到这份工作。法国人都是死脑筋。那明天怎么办？我上哪里去找那个什么证书啊？你放心，明天他早就忘了。只要你干得好，没问题。0 73 93。Merci, monsieur. 0 73 86。Merci, monsieur. 0 73 85。Oh, merci. 0 73 96。0 73 96。Vous souviendrez? Oui, d'accord. 1921年，16岁的邓小平经介绍，进入克鲁梭的施耐德铁工厂，工人编号是07396。76年后，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来华，将邓小平在施耐德的工卡。作为礼品赠送给了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这张工卡现在被收藏在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咱们的活儿不好干，法国人也不愿意干，要不轮不到咱们干。关键是很危险。哎，对，站长，好喽。穿着木鞋，得拉着1000多的钢条跑，被钢条的铁水泼到。谁忘了鞋子都会化掉，所以只能穿木鞋。哦，好，哎，我的木鞋呢？你别急，我给你找一双去。哎，谢谢啊。这个，这挺有意思的啊。木鞋，踩哈疼死喽。Bonjour, Miss Perel. Monsieur John, comment allez-vous? 今天有什么事情可以帮您吗？救他！救他！快点，快点，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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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他呀！凭什么呀？因为他是你们的工头。对，谁坐谁，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是新来的。 Je les connaissais pas ces types. Moi j'ai fait ce qu'ils m'ont dit, c'est tout. Je suis allé à la banque, j'ai dit ce que j'avais à dire, et j'ai pas touché un seul sou. Je les ai jamais revus après ça. Et moi je sais pas ce que vous avez comme relation avec eux. C'est pas possible. Tu mens. Non, c'est la vérité. Je ne crois pas. Tu peux prouver qu'il ment? Doucement. Pas de preuves. Cette histoire en reste là. Retournez tous à vos postes. Et si vous recommencez à vous battre, je vire tout le monde. Il voudrait changer de poste. Il ne veut pas travailler sous ses ordres. Refusez. Ici, c'est Pierre qui décide qui fait quoi. Il est prêt que Pierre se venge. C'est logique, non? La porte est ouverte. Retournez tous à vos postes. Vous avez déjà perdu une heure. Al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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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z. Au boulot. Allez, au boulot, on y va. On avance là, au boulot. On a perdu assez de temps. Avance, avance. Toi aussi, allez, vas-y, vas-y, vas-y. Allez, on y retourne là. On a perdu assez de temps. Allez, allez. Allez, on se dépêche. Vous voyez ici? C'est là que vous allez travailler maintenant. Ici qu'on travaille. Marchez plus vite là, allez. Vous voyez ça? C'est là que vous accrochez vos plaques. 793, 94, 95, 96. Vous accrochez vos plaques et vous me suivez.
Allez, on se dépêche un peu là. Bon. Les poches là, les mains dans les poches, c'est quoi? Tu viens ici pour être patron ou pour bosser? Enlève tes mains de tes poches. Viens Antoine. Viens Antoine. Avec tes sabots là. Viens Antoine avec tes sabots, t'as l'air plus grand d'un coup. Qu'est-ce qu'on fait? Ce qu'on fait, c'est simple. Une CV. Tout ce qui est là-bas. Allez. Vous voyez tout ça là? Vous les emmenez là-bas. Alors on charge la charrette et on se dépêche. Allez. Dans la journée, je veux 70 allers-retours. On le fait. Et on y va. Dans la journée, je veux 70 allers-retours. 70. Alors on n'emmine pas, on y va. Allez. Allez. On charge. Oh, c'est un champ, va, hein. Très mal, très mal. Quoi, il y a, je vous dis. On se dépêche, là, on pousse.锤子认生，哦，他不砸钢板，光砸我的手啊！伤不伤我不知道，反正是没缘分。哎，我们学布尔什维克，手里握着枪杆，你偏要挥舞着资本主义的铁锤子，不砸你砸谁呀？镰刀和铁锤，那是布尔什维克的标准啊！你别看我现在手里握着的是资产阶级的锤子，只要这把锤子交到了无产阶级的手里，那它的意义就非常关键了。我要高举这把锤子，回到我们的祖国，打碎那腐败的军阀政府，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共和国。好，哎，说得好啊！哎，说得真好。拿破仑说，中国是睡狮，我们就要唤醒这头睡狮。我相信，火山终有一天要爆发的，这个旧世界一定要在他面前发抖的。哎。工头过来了。Qu'est-ce qui se passe encore ici? Non, non, ça va. On est en train de travailler. Il est très en train de lui apprendre à se servir des outils. Et il lui donne un truc. Ok, ça va. Ça va. 首先呢，要注视他，不要把他当铁锤，把他当成亲爱的。什么亲爱的？抚摸他。要认真的，这是在建立某种感觉。哎，下面呢，抡锤。铁锤这活呢不难，凭的就是一种感觉，只要感觉对，就准。别那么紧张，放松放松。不要干他，啊？要做到心中有锤，手中无锤。回锤，看我的，好。哎呦，你想什么呢？我想着别砸你的手。哎呀，你落了呀！你刚才手点到这儿了，都已经。我手点在这儿，我棋我又没落下。你点到这儿就算了，怎么现在点在棋盘上手都算那个什么了？对啊，谁规定的？我规定的。跟我下棋就这样，你还能不能玩了？我不能玩了。哎哎哎，你们俩能不能别一下棋就吵架？越吵还越下。谁吵架？谁吵架了？这是吵架吗？这是争论。一对胡包。来新工友了，大伙认识认识。耿兆全，邓少胜，李火莲。请多关照，多多关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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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关照。幸会啊！你们好，你们好。多多关照。你们看吧，哪儿没人睡就睡哪儿。熊兄，能不能帮我们找个下铺嘛？西贤受伤了，住下铺方便点。哦，姚队，住在我那儿吧。自杀的是哪一个？哦，是我的一个堂侄，现在正在医务所包扎嘞。听你说话也是四川的。啊，我们是广安的。老乡见老乡嘛，睡我的铺吧，我去隔壁睡去。
那太感谢了，谢谢。你也是四川的呀？是啊，我是陈毅，字仲红。谢谢啊。啊，陈毅，你在这儿攀老乡呢？是不是准备跟我吵架的时候多一张嘴啊？哎，不是一张嘴啊，两个人，他们叔侄是两个人。子贡，我们都是四川的。还有我，哎，嘿，嘿嘿。 这屋快成巴蜀之国了呀！陈毅，你别搬走，我搬走啊，我搬走。我就是为了躲你。这位啊，叫李龙志，典型的湖南驴子。哎，别撂嘴子。他说他自己是当代的文天祥，可是就是诗太丑。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你给我。我是个断葛的浮萍，拿过来。随着那风波上下飘零，也到幽燕，也到个洞庭。我还要唱自由的歌。 壮纳自由的钟，唤起我们的同胞，惊起他们的酣梦，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前景。拿过来。哦，老师，那个时候刚到法国来，我还真以为法国是天堂呢。哎，陈毅，你别光说我，你呢？陈毅他发誓说也要做中国的雨果，写什么悲惨世界。 可是你憋到现在墨水都憋了好几瓶了，问聂荣臻，你憋出一个字没有？着啥子急嘛？先体验悲惨世界，再描写悲惨世界。啊！哎，你现在吃的越吃越瘦了，还体验呢？哎，你搬出这屋，你就已经犯错了。我跟你一起走。哎，你走了，谁跟我切磋诗词呀？就你那臭诗，什么？就你那臭题就行了。李龙志，你的诗，哎，诗不要了，送你了。谢谢兄弟俩。 忍住哦！哎，好了好了，姚叔，不捏了，越捏越痛。假条看不得，休息几天啊，这份工就没得了。那你能坚持吗？嗯。花园呢？给你介绍一下，他是副总。 你好，你好，你好，坐坐坐，别客气。这位是任卓轩，你好，你好。他们三个都是我们的四川老乡。老乡，老乡，老乡啊，无名。哎，你先坐。我有名字，邓锡贤，四川广安人。我叫无名。无名，本来有名有姓。 读了陈独秀的早期文章，信奉了无政府主义，无父无母，所以叫无名。可是陈独秀早已经信了共产主义，他呀改不过来了。谁说的？我来法国前还去拜见了政府呢。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阐述深深打动了我，现在啊，我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哎，那为什么名字不改过来啊？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封建意识积淀太深了。 只有与传统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中国才能强大。无政府主义虽然不现实，但是倡导大家做自由人，打破封建枷锁，还是有作用的。好。一战以后，欧洲社会动荡不安，社会危机频发。 这使得在法国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为什么罢工？厂方不能随便解雇工人，必须理由充足，并经工会同意。
多有利的条件，真接梗，这才是从奴隶到人的过渡。那咱们怎么办？跟他们一起去市里，一边旁观一边学习。还旁观什么？我看直接参加集会，从罢工中学习罢工。走走走走！你们上哪儿去？回去开工。哎嘿，不想挣钱了吗？你们不受保护，不回去干活就会被解雇。先生，我们现在要去罢工。你们不是法国人，跟你们无关，干活去。中国兄弟，我们要互相支持，别听资本家的话。不要听他们的。你们这些中国人赶紧回去干活，你们不受工会保护，但法国人受，快干活去。你觉得呢？我倒不担心自己，过几天我就要走了，我担心的是你们，我怕你们抗争下去可能会被解雇。一个大活人在法国会被饿死，我就不行了。你呢？我就一个要求，要走都走，要留都留。